嗨，你们好吗？今天是5月20号，全天下的男男女女都在今天告白，我且在今天踏上了去上海的高铁，去参加一些商业演出。我想在这个时间，我出门之前录一段跟今天的日子有关的话，送给所有在听的人们。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思昏沉，炉火旁打盹儿，请取下这部诗歌，慢慢读，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，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。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，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。垂下头来，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，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。在头顶的山上，他缓缓踱着步子，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。